到了地区一个网络上的团体，因为五一节得要到，大家想要替弱势族群来做一挂代志，所以就透过脸书来发起一项义诊的活动。服务的对象就是拿来当仁慈爱之家的老大人。结果有30多位来自各地的美容美发师响应这项义行，发挥青年人的热心。我们因为我们是从由网络发起的一个社团，那我们主要的社团名称叫斗六人社交圈。那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商家，最主要就是可以从上面打广告啊，那从上面收取一些吸取一些客源。那我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取之社会，用之于社会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号召这次号召就是云嘉南、桃园，甚至来最远到桃园的一些美发同业，那来做这次的那个林内义诊的活动。那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是想要帮助一些弱势团体。那这一次也都完全没有经费的赞助，就完全就是靠大家的爱心，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。这项义诊活动完全无经费赞助，参加义诊的美容美发师，大家以约好的时间汇集当仁慈爱之家了后，就开始替老大人剪头毛，陪老大人开讲。来自各地的美容美发师也拢真认同这项活动的意义。因为那个我们的社团，那个 FB 的社团，要看到就是朋友，我也很认同这个活动，咁刚好他问我没有空，我说马上答应了，这样子。因为来参加这项义诊活动的美发师，唔是头家，就是大师，所以大家技术都非常优秀。当仁慈爱之家的义工也非常感谢这顿青年人的爱心。啊，在此感谢他们诸位，因为这些人就是一群团体，他们都付出爱心啊，来为这里的老人服务。哦，他会发挥他们的大爱精神，在此感谢他们。除了美容美发师以外，今天也有不少义工前来斗三工，大家都分享到帮助别人的快乐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